是看着他长大的嘛，基本上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跟他拍照，然后就我有很多他的照片，他就是看他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。他现在是说话很厉害，他懂得怎么样讨别人的喜欢。他见着漂亮姐姐，他就是叫啊靓女、靓姐姐，见到谁都是姐姐，没有依依的。他的世界就是被他爸爸教得非常的好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性格也很好，很乖巧，然后很自己会照顾自己，就是家里面家教教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很喜欢他。